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京子です。じゃん！好啦，嚟到今个月最后一个礼拜嘅单字咧，我哋又讲翻呢个数字啊。好啦，咁上个月咧，我哋就学咗零至到九十九系点样讲啦。今个月咧，我哋就由一百开始讲啦噃。咁但系首先由一百开始讲嘅时候咧，同大家重温一次零至到十嘅日文系点样讲先啦。零系零或者 zero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我今去到零至九十九咧，系唔需要任何变化嘅，只系需要将零至十嘅读音拼埋就可以啦。咁去到一百以上咧，我哋就会有啲变音或者有啲无声化嘅情况出现嘅。好，咁我哋咧由一百开始读一次啊。一百嘅话咧系 heku heku， 二百嘅话咧系 ni heku ni heku， 三百咧系 san beku san beku， 四百咧系400500，五百是500500，六百是600七百是700八百是800九百是900。好，咁以上咧八位嘅数字咧，要留意三、六同埋八嘅。大家聽得落去咧，好似差唔多讀音咁啦，但其實咧佢哋係多咗呢個 malu 同埋多咗釘釘嘅，即係多咗呢個圈圈啦同埋點點咁樣嘅。咁咧其實就係一個變音嚟嘅。咁至於點解要變音呢，大家要好高階好高階，可能去到 N3 嘅時候先再學嘅。咁呢一度就死記住先啦。好，然後咧去到千位啦喎，千位咧一千係 sen， 二千係 ni sen， 三千係 san zen。四千是用声，五千是歌声，六千是六声，七千是奶奶声，八千是客声，九千是 Q 声。好，咁以上千位咧都系见到三、六、八咧系有少少变化嘅。三千咧会系加咗钉钉嘅喺个声嗰度，然后六呢一个咧系无声化嚟嘅，个 Q 系唔发音噶。然后八千呢度咧会变咗一个细 z 音先至读嘅，然后咧最后好简单咧讲埋去万位以上啊，因为咧喺一万以上咧就唔需要变音噶啦。譬如一万嘅话咧系10万，十万咧系10万，八万咧系100万，千万系1000万，一亿嘅话咧就系1億億，系啦，如果大家中咗六合彩嘅话咧，就应该有机会用到呢个亿字啦。咁我哋今日讲住咁多先。如果大家有啲咩想学嘅话咧，记住喺后面留言话俾我听。又或者我可能啲读音唔算好正确咧，大家亦都可以指导下我嘅，因为我都尚在学习中嘅。咁希望大家都会多啲留言俾我啦。就麻烦你，拜拜。如果你中意我嘅影片嘅话，请你帮手订阅我嘅频道啦。左右两边咧系推荐嘅 video， 大家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噶。仲有可以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 同埋 IG， 嗰度会有更加多日本嘅资讯噶。就麻烦你，拜拜。